자, 그립. 결해. 자제. 各位 ，Hello Hello， 过来播下先，各位哦，较大声，较大声，小声 ，Hello Hello Hello Hello， 有啦哈，有听啦，有听啦哈，有听，不过啦，小声声好，我来话个较大声哈。啊，咱第四十八届的这个民政学院，大家好早。明仔山我还有，大家好早，嘿，我还有，嘿，古代马斯，啊 ，Good morning everybody， 啊 ，everybody， 就是讲大家安尼哈，啊，所以有三国的语言哈，哇，真好真好哈，啊，各位哈。辛苦啦吼，安尼从啊开始吼，啊坐到即马吼，啊未歹吼，啊佫无人独孤吼，啊足好足。不长天气吼，啊有影啦，有变较温暖吼，较袂遐寒啦吼。啊无伫即个所在换一个蒙床吼，可能困较袂好势啊，困较袂好势。啊所以我也无啥敢直接困嘞吼。啊。各位哈、哦，唔知捌听到一个查某医师哈，叫做林玛丽，妈是妈妈的妈，啊，丽是利益的利哈，啊是迄个里面那个厉害的厉哈、啊，这个医生呢，伫国际上真有名哈、啊，林玛丽医师，啊，捌听到人个就。哦，几个人呢？哈、哦，林玛丽医师哈、哦，伫国际上真有名。伊是迄个苏菲汉哈，苏雪雪，佮称作是台湾苏雪雪之母啦哈。伊、哦、就是从建立台湾即个官会哈，苏菲即个物件哈，啊建立一套系统出来。啊，即以前呢？台湾这个花呢，拢爱卖卖吼，人讲咧卖花卖花啊，因为卖花啊，花内底伊无法度解讲这花会用尽未用尽吼，啊，所以较早的人吼，真侪手术了吼，哇，得着肝病啦吼，得着这有诶无诶病吼，啊，即马都卖啊吼，因为建了这个系统，啊，所以林玛丽医生吼。这方面的贡献非常大，啊！伫国际上，大家拢知影吼。但是台湾人家己较无唔捌听到林玛丽这个人吼。啊！伊最近呢，将这个病理吼，改换作研究人类这个族群的来源吼，根据这个花内底的 DNA 吼，啊咧。研究这个啊，人是从哪来的哈？啊，结果伊结论呢？结论就是讲，台湾人唔是中国北方的汉族，台湾人是伫中国南方的越族的后代，越族，所以咱是包括的后代哈。啊，台湾人的血呢？有90%以上吼、哦，是高山族还是平埔族的血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大部分拢是平埔族的，哈哈，哎，啊，所以去年我有去福建木会啦吼，伊、哦、就要追踪你的祖先吼，哎，袂使追踪查甫，伊干会当追踪查某这方面，啊，所以就讲。啊，咱祖嘛吼，啊是讲阮祖嘛啊，等得来吼、哦。啊，结果就是讲，伊个研究个理论啊，就是讲人类十几万年前吼，遐早吼，
就从非洲开始行，行出非洲。啊，是安尼行出非洲呢？因为非洲迄个所在环境歹，无法度生存，啊，所以离开非洲。啊，所以人类呢，就单只行，啊，行咱对去呢，行咱中东吼、哦，中东遐去吼、哦。啊，但中东呢，佮开始分一部分的人呢，行咱欧洲去。一部分人呢，行咱这个东亚吼、哦，就是等这个中国奔这个方向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祖先呢，就是行东亚这边吼、哦，啊，行伊个中国大陆的南方吼、哦。啊，佮等中国大陆的南方，伫几啊千年前呢，较入来台湾吼、哦。啊，台湾的祖妈呢，差不多四五百年前。但中国的南方啊，来到这个台湾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判定讲台湾人的血呢，是有高山族啊，是平埔族的这个血统啊嘞哈，啊，这就证明咱这个较早国民党的教育拢讲，咱是炎黄子孙啊，无影啦，哈、啊，这都无影。哇，讲到上头，上头无声。夜晚主持，哎，是好声啊！这我白讲的哈。啊，所以台湾人，这证明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哈。啊，所以有一本册，哈、哦，林玛丽出一本册，叫做《我们流作流作哈、哦、不同的血》。哈、哦，咱流无同款的血安尼哈，意思讲咱不是中国人。啊，这是血统论啦，哈！啊，中国人咧讲哇，什么血浓于血啦，哈！哦，这物件吼，啊，才拢无影哈！啊，这是血统方面，啊，其实呢，从政治上来了解台湾，哈！啊，咱知影伫这个八世纪，哈，十九世纪的时阵，日本伫这个满洲，哈！啊，有成立一个满洲国，啊，苏联嘛开始占领这个啊中国北平迄方面吼，啊，就是十九世纪初，啊是十八世纪的尾啊遐吼，这个世界列强吼，法国啦、英国啦，啊是荷兰、葡萄牙、西班牙开始这个瓜分吼，这个亚洲。这个资源甲领土哈，啊，所以真侪殖民地哈，伫亚洲、伫非洲哈，拢建立殖民地哈，啊，所以伫迄个年代，日本伫满洲哈，啊，有建立一个政府伫遐哈，啊，一直到这个1895年哈，啊，有一个。清国甲日本的战争，吼、哦，咱拢知影叫做日清战争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日清战争的结果呢，日本打赢。哇，啊，咱拢知影吼、哦，这个世界的战争必定爱各甲各有一个宣战，甲变成做正式的战争，吼、哦。啊，战争要结束呢，都要一个。签一个和平条约，哈、哦，和平条约啊，所以日清、清国甲日本的战争，伫1895年结束，啊，结束了签一个条约，哈、哦，中国这边叫做《马关条约》，哈，啊，日本叫做《下关条约》，哈，啊，这个条约内底呢，其中一条，哈、哦。就讲啊，哇，佮登山咧，哎，过来。其中一条呢，就是咧讲，清国将台湾澎湖的充分主权割让予日本。啊，所以从1895年开始，伫台湾这台湾人呢，就变成做日本的这个。唔是国民啦、啊、吼，日本的公民变做日本人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
日本伫迄个时阵，互伫台湾即个土地台湾人两年的时间吼，决定讲啊，你是毋是要做日本人，还是无爱做日本人？啊，你若要做日本人，你就继续留伫台湾。啊，若无爱做日本人呢，你两年的时间，你会当变卖你的财产，吼、哦。啊，搬离开台湾，啊，所以无离开台湾，变成做日本的这个公民啦，吼。啊，所以从1895年开始，咱就受日本的这个统治，吼。啊，伫迄个时阵呢，咱台湾人还佫无投票权，因为咱是公民，唔是国民，吼。啊，所以。在早期1930年代，吼，咱知影这个台中雾峰有一个林献堂先生，咱的大前辈，吼，啊，领导一个运动，叫做台湾议会基层同盟，吼，伊就是每年拢招一群人，吼，几啊百个人，啊，去东京，去向这个日本天皇请愿。哦，希望天皇呢，允准台湾人参加日本的这个政治，哦，台湾人参政，哦，台湾人投票，哦，啊，所以伫14年的中间，逐当拢去，吼、哦，14年的中间有15摆的请愿，结果拢无成功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台湾人一直无法度参加伫日本统治之下的政治，但是呢。这个1941年啊，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，日本轰炸珍珠港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美国呢向日本宣战，啊，所以这个太平洋战争就开始，吼、哦，在1941年，哇，这日本呢，当时台湾嘛是日本的领土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战争开始了，哇，日本这个战场足大的，吼、哦。唔，也是中国大陆哦，伊拍到东南亚这边，哦，越南、缅甸那边，哇，日本拢拍过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需要足济的这个军力，吼、哦，啊，需要人参加去做兵，诶，啊，但是台湾人，你唔是日本的国民啊，你不能去做兵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当时真济咱的。可能阿伯啦，吼、哦、阿叔啦，啊，甚至咱的这个阿公啦，吼、哦，去做军夫，吼、哦，日本的军夫袂当做兵，吼、哦。但是一直到1945年的4月，吼、哦，日本天皇有一个诏书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将朝鲜甲台湾纳入去日本的宪法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从那开始呢。台湾人变成说日本的国民，啊，所以也才去做兵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1945年4月以后啊，有一挂台湾人哈，咱、哦、的这个阿伯阿叔哈，都顶掉去做日本兵，啊，派去南洋作战，哦，足济哈，可能有几啊万的人啦，哈、哦，啊，所以伫南洋作战，哇，真悲惨哦。牺牲的啊，无倒来足济足济吼！啊，咱知影即马伫日本靖国神社有将近30000的人，台湾人吼，伊、哦、名啊个服侍伫遐吼。啊，即证明讲咱迄当时啊，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啊，台湾人有参加即个太平洋战争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历史呢？真侪少年呢，哈、哦，受过国民党教育的，无了解，哈、哦。我问真侪这个，这少年囡啊，哈，大学毕业的，哈、哦，问我，台湾有参加太平洋战争无？伊讲不知道嘞，哈、哦，伊讲没有教嘞，哈、哦，唔知呀，哈、哦。啊，台湾伫太平洋战争是正赢正败，也不知道嘞。也没有教嘞，真没有教。课外你来看，你来了解啊，伊讲他们拢没有教吼、哦，所以拢不了解。啊，其实台湾的太平洋战争
是战败，咱是战败国，因为咱是日本的领土啊，是战败啊，吼。啊，战败了，台湾变成做安怎呢？1945年，日本接收，无条件投降。啊，战争要结束呢，啊，咱了解吼，啊，谈一个和平条约。啊，这个和平条约呢，拖到1952年。佮签字吼，在1945佮1952年吼，哇，7年的中间吼，啊，所以伫这个中间呢，因为和平条约无签嘞，所以台湾永远是日本的领土吼。啊，一直到1952年签旧金山合约，旧金山合约内底吼，啊，佮写个真清楚，就是讲日本呢。将台湾平和的这个主权的一切管理放弃，哈、哦，伊讲放弃，哈、哦，啊，无讲要放弃有啥物人，哈、哦，啊，这里这个政策法讲起来，哈、哦，叫做悬空割让，哈、哦，叫做 limbo cession， 哈、哦，就是讲我放弃这个领土的管辖权。啊，无指定讲要予虾米人吼、哦，叫做悬空割让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台湾在1952年开始，就咱的国际地位就未定吼，唔、哦、再属倒一国的吼、哦，就无决定安尼吼，拖个一直个即嘛安尼，哇，真久啊吼，1952年个即嘛60-70年啊吼、哦，一直个最近。林志成先生因家人去告美国政府呢，佮决定讲啊，台湾人是无国籍个呢吼，所以这即嘛是真清楚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伫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了呢，因为即个战区吼、哦、非常大吼、哦，中国个战区、越南、缅甸吼这边个战区。战输的人爱防占领啊，啊，所以呢，都爱分配民军吼、哦，民军有50几个的民军对抗日本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签旧金山合约呢，52个国家内底有48个国家签字吼、哦，啊，占领，因为太平洋战争主要出兵是美国吼。哦啊，美国变成就主要的占领全国啊，所以美国呢分配占领日本本岛哈、哦、啊，4个岛是这个美国占领哈、哦，包括奥克纳瓦美国占领哈、哦、啊，但是台湾澎湖呢，民军马卡瑟指定这个。蒋介石将军，吼、哦，一个叫做 Generalissimo 蒋介石，命令伊来占领，嘛唔是讲占领，来接受伫台湾的日本兵的投降，吼、哦，这个命令是安尼写，哈、哦，啊，你来接受日本兵的台湾，伫台湾这日本兵，哈、哦，啊，你来接受投降安尼，啊，结果呢，蒋介石。提了这个命令了呢，哇！就是讲哇，我这年啊，吼，啊，我要光复台湾，吼、哦，啊，来到台湾了，就讲伊光复台湾，吼，啊，其实不是无影，吼、哦，伊是受民军的这个委托来占领啊，接受日本的投降，啊，所以迄当时呢，旧金山合约1952年也未签吗？日本诶，台湾嘛是日本的领土啊，吼、哦！华裔来到地呢，就讲哇，恁这台湾人拢总是中华民国的人，哈、哦！这是1946年吼、哦，有一个行政命令拢安尼写，哈、哦！啊，这是未使安尼啦，哈、哦！因为你了有一个国际一个条约，哈、哦！啊咳咳，但是呢，就一个中华民国，哈、哦！啊，当然真欢喜啊！伊讲伫太平洋战争，伊是战胜国啊，吼，真欢喜啊！哎，啊，结果吼，欢喜无几工吼。45年了呢，
中国大陆就开始内战啊，吼、哦，这拢咱拢知影，共产党啊、国民党就开始打起来，正式打啊，吼、哦，打啊密密麻麻时，蒋介石呢，打输一步一步地来退，退到无路啊，吼、哦，退到咱南方来，吼、哦，在1949年。中国共产党呢，他要占领整个中国哈，啊、大陆拢伊占领，啊，就是打赢嘞哈，啊，打赢啊，打输那边呐，啊，走路啊，哦，啊，走路要走底，走无路啊，啊，好佳哉呢，1949年，美共呢为哈、啊、为这个国民党，而且咱要为国民党呢。因为美国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，伊是对抗共产主义，啊，所以伫迄个年代呢，是做冷战的年代哈、哦，共产主义甲这个资本主义的对抗，啊，所以协助国民党，啊，所以将国民党蒋介石这军人啊，这有诶无诶吼，用美国的军舰吼，啊，甲再来台北。再来台湾哈，迄、哦、当时台湾是日本的领土，蒋介石这人是中国人，伫中国走路来台湾，啊，这叫做流亡哈、哦，大家拢知啊。但一个国家走去另外一个国家，这就是流亡。所以蒋介石甲国民党啊，伫1949年开始。流亡伫台北，啊，所以伫国际上呢，就该叫做 Chinese Taipei， 吼、哦，啊，应该就翻作中华台北啦，吼、哦，较好听啦。其实 Chinese 嘛不一定中华 ，Chinese 是中国人啊，吼、哦，中国人的台北，这个意思伫国际上就是讲，中国人流亡伫台北叫做 Chinese Taipei， 吼、哦，啊，这。国际上大家拢知影吼，伊、哦、是一个流亡政府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呢，伊本身有两层的性格吼。1945年，伊是占领台湾；1949年，伊是流亡台湾吼、哦。啊，咱知影吼、哦，一个国家，敢若有一个中央政府，吼、哦，无可能两个中央政府啊，吼、哦。啊！伫1949年以前，中共呢有一个中央政府，伫南京叫做中华民国，这是1949年以前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历史是动态，是咧演变的吼、哦。但是1949年共产党打赢的时阵吼，伊、哦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伊的中央政府呢伫北京。啊，国民党这个政府呢，就走来台北，啊，伊嘛讲，哎、欸，我嘛是中国啊，我嘛是中国的政府啊。但是呢，一个国家敢若有一个中央政府，所以1949年以前的中央政府是中华民国，啊，另外一个政府呢，就是共产党这个叛乱的政府，哦，一个中央，一个叛乱呐、啊。1949年了呢，这个共产党呢成立一个国家，有一个中央政府。啊，蒋介石这个政府是走路，会变作叛乱的政府，吼、哦。所以历史怎啊变过，吼、哦。所以一个国家敢那一个政府安尼。啊，但是国民党这个流亡政府啊，哎，唔是讲永远是流亡啊，吼、哦。伊伫2010年嘛，含伊即个中央政府签一个一括，吼、哦，即咱拢捌听着吼。一括意思就是讲，我即个流亡政府甲中央政府签一个和平条约，意思就是讲，我无要阁流亡啊，吼、哦，我随时含你讲和安尼吼，我随时会当转去。所以国民党的性质呢？他不再流亡哈，伊、哦、就是无流亡的这个性质啦。因为你含人签，含中央政府签和平条约啊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国民党在台湾呢，
变成到一群难民的集团来统治大多数的台湾人吼，哈，咱遮吼拢是遮中国难民咧，甲咱统治吼。啊，咱知影1979年，美国无要阁支持国民党啊，吼，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承认共产党啊。啊，所以含中华民国断交，啊，断交了呢，美国呢，国会呢，有先通过一个啊国内法，叫做《台湾关系法》哈，就《台湾 Relations Act》哈。啊，《台湾关系法》内底呢，你讲1979年正月初开始呢，伊无要叫中华民国。这个名哈，啊，中华民国名改做呢，台湾地理当局，叫做 The Governing Authority on Taiwan 哈，就是伊干那地理台湾的一个当局呢呢哈，伊唔是一个国家哈，伊干那讲啊真清楚，啊，尾啊在2007年，嘛一直咧讲台湾唔是国家哈，啊，中华民国嘛。唔是国家呢吼，所以人足清楚啊吼，啊咱颠倒无清楚这代志哈，啊所以中华民国伫台湾伊是一个地理当局呢呢吼，啊所以每四年哇，伊拢讲咧选中华民国总统吼，哇母啊真闹热啊呢吼，啊在座我想话足侪去攻击吼。啊，四过去光桥啦，哦，哇，画啊变变者吼，啊，包括我嘛是嘞吼，哦，我算过来，我嘛是四过徛台吼，哇，甲民进党安尼摇票摇啊变变者吼，啊，即摆想起来我嘿，唔对嘞，唔对嘞，那唔是咧选总统啊，叫便宜啊，伊是咧选地理当局的一个局长嘞啦吼。啊，有影咧！你看马英九呐，拄到中国来的人，拢讲伊是区长咧，吼、哦，伊唔敢讲伊总统啊，吼、哦，伊那伊知影，咱唔知啊，对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咱读过来啊，就清楚了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卖来讲，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，干嘛咧？吼、哦，啊，咱摕 passport 都写中华民国咧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用个新台币嘛写中华民国咧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写是安尼写，伊唔是一个国家啦，吼。过去是一个国家，但即马唔是啦，吼。啊，咱知影，1912年吼，这个满清都倒啊，吼，和这个因咧讲的国民革命吼，拍倒吼。啊，其实这也阁有疑问啦，吼，满清。去用拍倒吼，是毋是孙中山甲拍倒，还佫有疑问吼？即真侪即个册咧写吼，啊，最近有一个少年医生读医生的吼，无去做医生，才变历史家吼。伊写一本册讲，写历史就对啦。伊讲满清的即个失败吼，毋是孙中山甲引导的，是家己倒的。啊，家己要安怎倒呢？就是讲，伊和迄个橡皮啦，吼，树泥就对啦，吼，和树泥淹倒啦，吼，啊，树泥啊淹倒，满清人捌听咧，吼。伊讲，迄当时呢，美国的 Ford 的这个汽车开始好啊，就发达啦，吼。啊，咱知影汽车有四个轮啊，吼，啊，汽车拢是用迄个橡胶做轮啊，吼，啊，所以橡胶呢，哇，足好价，吼。啊，所以股票呢，哇，一日三次，哇，直直起，直直起吼。啊，迄当时满清人啊，哇，大家讲哇，这好赚啊！所有的人的钱拢落来，这个、迄个橡皮的这个股票吼，啊，有一天这股票落，啊，所以伊的经济呢，满清的经济崩盘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伊赔未起这战败这赔款吼。啊，所以伊是安尼败去的吼、哦，这是另外一说啦吼、哦。哎，我听了无，这毋捌听吼，我、哦、真趣味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1912年呢，中华民国成立吼、哦，
啊，咱在1912哈，是公元哈，啊，民国的一年哈，啊，1912十二减一子末差十一哈，啊，所以中华民国甲公元差十一年，哈，啊，所以咱读下来呢，民国爱淡掉哈，啊，民国爱淡去粪扫桶哈，因为民国伫世界上无这物件哈。世界上嘛无中华民国这个名吼，是跟咱台湾咧用咧咧吼。啊，虽然来用公元，这个含世界吼，它连咧起来吼。所以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吼，伊是一个变成了一个国家，无唔对啦吼。但是虽然伊无统一全中国吼，部分咧咧吼，啊又是一个国家吼。啊，一直到一个1945年以后，共产党开始起来造反了呢。中华民国它变成做唔是一个国家。伫1949年，伊和共产党打倒啊，走路啊，啊，所以伊这個国家就灭亡啊，吼，都无去啊。所以中华民国伫1949年都已经死啊，吼。就结束啊！吼，爱逃亡来台湾，但是逃亡来台湾的过年，伫1950年啊，伊个挖起来咧，啥挖？伊讲我要复兴四世，啥物复兴四世？啥物意思？伊就讲伊要搁倒转来做中华民国的总统，吼、哦，啊叫做复兴四世，哈、哦，啊伊当时的国民大会嘛是伊个人啊，哇，投票拢通过。全部车起来拍破啊呢哈，哎、啊、了，各倒倒来变成做中华民国的总统哈、哦。但49年伊是在野哦，伊是死掉，唔是中华民国总统。1949年迄当时的代理总统啊，咱知影李宗仁啦哈。啊，李宗仁国民党赢的时，伊嘛走路啊，伊走美国啊哈。哦啊，这个在野蒋介石走来台湾呐，大家都走路无去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咱个想吼、哦，比如讲有一个公司，吼、哦，伊名叫做中华民国一间公司，吼、哦，伫中国，伫1949年这个公司破产啦，吼、哦，宣布啊解散啦，大家拢散走无去啊嘞，吼、哦！结果伫1950年呢。伫台北呢，有又一个公司出现，啊，嘛是共名叫做中华民国吼，啊，但是伊个所在伫台北，啊，这个公司呢，伊当初中还佫共一个人吼，啊，共一个名吼，这敢是共一个公司？唔是嘞。唔是一个公司，所以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，这是咧骗人的哈！伊无建国一百年，伊伫四九就死啊！哈，是台湾国挖起来，这個、中华民国，唔是迄个中华民国，无像，无共公司啊！哦，所以建国一百年无影，还是咧讲假啦哈！所以，一个咱知影哈，一个。国家伊个名未改变，但是政府会改变，吼、哦。比如讲，咱上远个卖讲啦，吼、哦。这个元朝，啊，元朝就是蒙古，吼、哦。蒙古来中原打赢这个中国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建立一个元朝，吼、哦。啊，元朝、明朝打倒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明朝就无。所以元朝、明朝，这是政府，但是伊个国家嘛叫做中国，吼、哦。啊，你明朝、清朝打倒，吼、哦，清朝是满清，吼、哦，嘛是满清人，但北方打来个中原，吼、哦，引导中国人，啊，所以这个清朝变个，明朝就无去啊，吼、哦，伊个政府无，政府变成了清朝的政府。但是国家嘛叫做中国，哈、哦，清朝和孙中山引导的时阵，清朝政府嘛无去啊，
伊政府变成中华民国政府，但是伊个国家呢，嘛叫做中国呢，吼、哦。1949年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导政府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，伊搬去北京，伊个国家嘛叫做中国，吼、哦。所以国家这个物件无变，但政府是变来变去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知影吼，因为蒋介石那有法度活遮久，因为是国际形势的这个关系、冷战的关系吼啊，所以伊当这个1945年哇，国际上个承认伊是一个国家吼，甚至呢伫联合国内底，这个安全理事会5个国家吼，全世界5个国家内底，伊嘛是一个啊。哦、但是呢，到最后呢，美国嘛认为讲安尼唔对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联合国呢，伫1971年就开始呢通过这个法案。哦，联合国，咱知联合国1971年这个决议文啊，就通过讲将蒋介石甲伊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，吼、哦。啊！这个中华民国拢讲，中华民国被联合国驱逐出去，迄唔对，是蒋介石甲伊代表，吼、哦，被驱逐出去，吼、哦。中华民国伫联合国的席位还阁保留，但是伊名呢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唔是联中华民国被踢出去，是。蒋介石甲伊代表踢出去安尼吼，所以这咱爱真清楚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即马足侪人咧话讲，哇，要翻脸啦，吼，要转去联合国啦，吼。啊，你无可能转去啊，因为中华民国咧已经有一个小位置啊，有一个位置遐，伊名是改做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袂当搁用中华民国这个名倒转去吼。哦啊，你嘛袂当用台湾的名，因为台湾啊，佫唔是一个国家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咱爱真清楚啦吼、哦。这一挂观念，这问题吼、哦。啊，即马中华民国到这咱拢知影吼、哦。啊，伊唔是国家，啊，台湾嘛唔是国家吼。哦啊，2006年，吼、哦，这个林志升先生顶吼、哦，有200多个人啊去告这个美国政府，吼、哦，诶，咱知影吼、哦，美国政府是世界上用的呢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伊世界的警察吼、哦，四国拢派兵安尼吼，啊，你敢去告这政府？啊，你台湾人敢去告政府吗？吼、哦，伊搁来告嘞，吼、哦，诶。啊，个案件个成立呢，吼！啊，你要告一个政府，啊，个伫美国，你嘛要请美国律师啊，啊，无你是要来告，吼、哦！啊，美国法院嘛无讲台湾话啊，吼、哦，要讲英文啊，啊，美国律师提美金呢，吼、哦，伊无要提新台币嘞，吼、哦！啊，即马新台币是即马较好啊啦，吼、哦，一块兑30块，吼、哦！啊，我的年代是一块兑40块呢，吼、哦。啊，虽然是安尼吼，你若无充分的把握，你敢去告着政府吗？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一告，啊告是要经过什么？吼、哦，主要是经过旧金山合约，因为旧金山合约是一个国际条约，吼、哦。是战争了，伫1945年太平洋战争了吼，所签的一个条约，有48个国家签字吼。这个条约，经过这侪年，感觉阁有效，有效呢。因为伫一法院内底吼，啊，这个国务院有派伊的律师吼、哦、出来辩护。啊，咱这边有，我那有律师唔吼，啊，其中了一个法院的判官吼，啊，法院的判官就问这个美国
国门一派一个律师哈，一个查某哈，伊甲问讲，你认为美国政府哈，敢袂当尻川拌拌呢哈？不要插这个旧金山合约，就是讲敢袂使旧金山合约卖管伊安尼哈？美国政府做伊美国政府的安尼哈？这个美国律师呢？美国这边的律师，我到医院呢，说唔知要安怎讲呢哈？这个法院的法官呢，伊讲 Let me help you 哈、啊，我帮你回答啦哈。伊讲你袂当，你是签字的国家，你袂当怎啊？无要管这个条约哈、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旧金山合约有完还佫有效，哈、啊。所以。林志兴因遮人吼，就是根据旧金山合约，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美国这年啊，美国这年就是讲对抗日本出兵、出武器、出人诶，迄个兵力拢是美国啊，所以是条约内底指定讲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哦，针对这点吼。主要占领全国，伊对台湾呢有管理，都有义务，吼、哦。义务是啥？就是讲，咱伫台湾土地顶管的台湾人啊，咱有权利享受美国宪法所保护的基本权利，吼、哦。这个基本权利呢，包括我旅行的自由。吼、哦，我要旅行，都要旅行证件，所以你美国爱发旅行证件给台湾人啊，吼、哦，伊是根据这去告这个美国政府，吼、哦，这个最后呢，在2009年，哇，经过三年的辩论啊，这个最高法院呢有一个判决文，吼、哦，判决文呢。当然是真多啦吼，主要有几点吼，第一点就是讲，这个判决呢，你讲台湾伫20几年来吼，台湾人拢生活伫政治联合内底吼，真痛苦安尼吼。第二就是讲，台湾60几年来无有一个一直任职的政府，吼，这个。治理台湾的政府呢，台湾人无全部甲认知，无全部甲同意，吼、哦。第三就是讲，台湾60几年来的国际地位呢，拢无确定，吼、哦。伊嘛是认定讲，咱台湾的这国际地位还佫无确定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三点真清楚，将咱台湾的国际形势，吼、哦，讲啊真清楚啦，吼、哦。但是最后呢，伊是咧讲，什么人还是什么国家对台湾会使行使主权，这是政治问题哈、哦，这唔是司法问题。所以我司法呢，司法呢，还是法呢呢，超过我的范围，我无法度将这个案件呢做出判决，哈、哦。伊就是到这吼，这个案呢，伫这个所在结束安尼吼。所以林志兴先生定这人吼，告这个美国政府这个案呢，虽然最后无判讲吼，台湾要安怎吼，但是这个官司会使讲是拍赢啦吼，唔是拍输是拍赢吼，至少要拍平手吼。因为这个已指出台湾的这个问题出来哈、哦，咱的时间可能还够三分钟哈、哦，还够三分钟，我是讲在座的人哈、哦，因为台湾四国各地来哈、哦，我想来这个所在，大家头壳来、目朵来，那有。足侪问题吼、哦，到底来这是要创啥吼？对台湾的了解吼、哦，
到底有啥物吼？所以我留一两分钟的时间吼，我大家讲一寡意见吼。啊，到底你读过来有啥物问题？你想啥物物件吼？安尼好唔好？啊，有想要问问题吼，请你请讲嘿。是，你贵姓？潘姓哈，潘姓有问题就是讲，哎，啊，中华民国都无合法伫台湾哈，啊，伊发行的这个新台币哈，是安那会当去换美金啦哈，这是一个问题哈。中华民国伊唔是一个国家，但是伫这个战争发讲起来哈。战败的国家，伊领土会被占领，被占领领土呢，叫做独立关税区。哈、哦，独立关税区就是讲，你有你的这个经济体系，含这世界的国家发生关系。哈、哦，啊，你的银币、你的钱是会当流通，但是。国家，你唔国家，你是一个独立关税区吼，啊，会当含世界其他国家发生贸易的关系，有贸易关系，就有这金融的关系吼，啊，所以伊是会通无唔对吼，啊，会通是会通，但是有人认定你是独立关税区，你是 Chinese 台北安尼，唔是国家安尼吼。安尼，啊，阁有其他问题无？我来请讲。1970年。1970年哦。嘿。哦。啊，1970年，诶，这年就国际上是中华民国。对。嘿。啊，共产党奋斗几年？哦，真侪年。30几年哦。嘿，对，从1949到1970啦。嘿。啊，所以这个中间。对啊，啊，尾啊，再来共产党，我那大力奋斗，对啊，啊，才开始就对中华民国就政府安尼，对啊，对，嘿，这位的问题就是讲，啊，中华民国，讲唔是用读字，超介绍用读字，中华民国哈，就是联合国无要承认，蒋介石的时阵，1971年，哦。啊！伫1949年到1971年，遮侪年嘅中间呢，中华民国主要是美国承认，哈、哦，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。啊，到尾啊呢，因为国际情势嘅变化，一寡国家拢讲会唔对，哈、哦，因为实际上统治中国嘅国家呢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最后呢，美国呢，就是承认这个事实哈，啊，所以将这个联合国这个案件哈，都给通过安尼哈。嘛，美国嘛当足侪年哈，无必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哈，啊，国际形势无法度哈，无法度，嗯，来。是，迄当时美国嘛有这个考虑啦吼，哎，啊，无你要准备将这个蒋介石赶出去联合国的时阵吼，嘛可能讲啊无，你是不是用两个中国这个名义吼？但蒋介石伊讲袂使，吼，汉则不两立，吼。我袂使啦，我正统的中国啊，新主牌啊，伫我遮，伊无爱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伫这情形之下，啊，你无爱就算啦，无爱就甲你赶出去啊，吼、哦，伫这情形之下，吼、哦，啊，变成做一个放赶出去安尼吼，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课程呢，伫这所在来结束，吼、哦，啊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
请起立。今日休困十分钟。